全大陆第一家水蒸婚纱的创意写真店就在上海。很多新人不爱传统婚纱拍摄，选择穿着礼服跳进水中。有人根本不会游泳，但是为了爱，也不怕呛到水，就要记录下幸福的一瞬间。如果厌倦普通的写真或婚纱，换个方式绝对独一无二。要下水了，一二。穿着婚纱跳下水真是疯了，但是大胆就能拍出全新风格。其他人拍的时候就觉得在水下拍婚纱真的好美。他之前真的是不会游泳，他连在水下屏气都不会，但后面为了我他还是就这样很配合。美在裙摆，因为裙摆在水下飘起来之后会非常的飘逸，然后也非常的唯美。从化妆到服装呢，拍摄水中婚纱一点也不容易，而且你必须还要懂一点水型。没想到自己可以拍得这么美吧，好像芙蓉一样这么美。如梦似幻的影像只有在水里才拍得出来。大陆第一家水蒸婚纱写真，每个月200对新人尝试，让店家业绩成长50%。新人求新求变，为自己的幸福记录美丽的一瞬间。中视记者魏有德、黄国伟在上海采访报道。